日记写到了2月21号，刘冰燕呢去访问民主与法治编辑部，跟那个总编辑丁科呀，还有编辑部的同志们交谈。当许多文学刊物啊大幅度定的数量下跌的时候啊，民主与法治的发行量却始终以每月5、6万份的速度在增长，现在已经突破260万份了，它的内容啊，又不是靠什么庸俗低级的东西来招揽读者，主要啊都是个人的订阅。哎，那么这么高销路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应该有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呢？许多省市所办的法制报啊，尽管有一些质量确实并不太高，但是拥有的读者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个事实背后啊，肯定有不止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很值得我们的宣传部门做一番研究。因为不是瞎编的，反映的事实啊，再加上大家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法治的理念，最主要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啊，只有这个地方好像还能有看出真实的社会的一面，所以八卦的心也有啊。作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也爱看这个报刊的定数啊，确实在刘冰燕觉得是一个值得特别深思和分析的东西。比如说吧，现在有很多是公费订阅的，每个办公室必备一份儿。而中国那机构办公室多了去了啊，应该是世界之冠了。你不管怎么说啊，你能看出这个法制报啊，它的订量这么高，绝对是出于公民自己的个人需求和意愿，他自己掏腰包去订阅的呀。还有呢，就是一份报刊啊，居然有很多人辗转传阅。所以说啊，你比如说我只掏钱订了一个，但是我的读者可能有几个、几十个，这种啊，就是比如说好多报刊就往架子上往那儿一摆，根本就无人问津，应该说读者数目等于零，这种现象是不是也真的应该好好分析呢？有人说起有一家刊物啊，它永远是阅览室里边保存最好的，因为什么？没人摸，也没人看，那它的几百万的订数啊，折合成真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读者，那又等于几何呢？到了晚上啊，他去了王若望家，王若望。十几个记者呀，还有朋友啊，都聚集在一个那个他的小屋子里边儿。因为没地儿坐嘛，好多人只能坐在床上或者是站在地上。你就能想象啊，这也是上海同代人家中，非常罕见的场面了。因为没地儿聚，好不容易有一个地儿啊，大家就都聚在那儿。记者同行啊，就说，哎。我们呢，主要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来采访的，我们观摩观摩啊。刘冰燕一想，哈，我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这都是本事。于是他啊，略施小计，便把记者啊，有男有女啊。结果呢，也给你拉到这个采访过程中了，我让你也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于是呢，他就先冲着这帮记者说：“各位都是久居上海的人啊，那么请每一位都说说你们本人和上海市民对王若望这个人怎么看？”关于王若望啊，刘冰燕其实所知有限。原来呢，他是，哎，哪去了这王？原来啊，他是1933年就入党的老红军了，那肯定是当时，从地位啊、资历啊，那绝对老了。他是在上海啊，当时是13岁学徒工，
这资历这出身啊，你想啊，没有资，什么都没有，什么背景啊，那绝对的吃香走红的。可是呢，他一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在山东时期啊，他就因为反左，就挨了康生的整了。50年代呢，又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20几年过去了啊，还是旧习不改，没接受任何教训，老是啊说呀写呀人家不爱听的话。他当然啊，他自己也不是说没有缺点的一个人，当然谁没犯过错误啊？刘冰燕有时候都觉得啊，有些话呀，你就是可以不讲，或者呢，你别在那种场合讲。但是问题是啊，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那些说和写相反话的人，已经被证明好多，比如说错的那处境，怎么就比王公望要好呢？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一直跟着路线走的胡说八道的。冯素英啊，这个女的，王若望的妻子，比她要年轻很多，给刘冰燕的印象特别深，非常的热情干练，一看啊就是献身型的那种女性，就是太崇拜王若望了啊，就是为她什么都行。到了第二天啊，她是刘冰燕是前天到黄埔体育馆。专门呢给《人民日报》啊、《安徽日报》有一个叫他们那时候叫看授大学学生讲课，这看授就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函授吧。当时有一个人啊递了个条子，可是这时候呢刘冰燕已经开始开讲了呀，所以他只看了一个那个条子的头，就是我就是兰兰，常常跟您对您讲起书巧。他没看下去，因为他马上他已经在讲了嘛。刘冰以为那有就不是什么急事儿嘛，就把这条给搁一边了。等他后来到晚上再一看，天哪！这下边说啊，我是来听课的，我现在人在大厅呢，但是我没票，我进不去呀。哎呦，刘冰燕立刻急出一身汗来。这人可是他特别喜欢，而且当时非常著名的舞蹈家。刘冰燕赶紧啊，让跟他认识的一个那个杨小敏替自己啊设法联系人家，说呢咱们就面谈一下吧。还真是挺幸运，也很高兴，很快就找到了他。然后呢，这舒巧啊就跟另外一个同志一起来了，第一句话啊就特别的有感情，哎呦，说你们作协大会给作家带来了春天了，可我们舞蹈界离这个季节怎么那么远呢？他又说啊，在国外啊，表演艺术啊，什么像这个交响乐、歌剧、舞剧啊，那绝对是艺术的顶尖的这些东西，首位。可是，在我们国家一直地位特别低。所以他啊，现在反而特别羡慕作家，为什么呢？说你看啊，你们作家写一本小说，顶多就过个编辑这一关，你们就给印出来了嘛。哪怕以后啊挨批判，但是呢，你作品问世了呀。我们舞蹈可就不同了，先得有剧本，然后还得去作曲，舞台的美工，完了物色演员，排练合乐，完了最后啊，排合演什么的啊。才能拿到舞台来。结果呢，领导一看，审查没通过，完，全完蛋，不演出不说，作品都不存在。这俩客人呢来啊，就显得特别的苦闷。在时代歌舞风靡一时之际啊，他们也想为舞剧争一席之地。当然，他们并不满足去演过去的那些各种的，就是那种正能量的那些舞剧啊，他们觉得呢，应该创造出一些真正能表现人的作品，从他们体验生活，还有这个观众审美心理变化上啊，他们觉得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吸取些现代舞的技巧啊？
我们现在虽然在改革啊，这么多年了，其实在艺术上啊，我们东方，抽象和这个现代的东西，我们从教育系统整个啊产生的这个艺术，就是没法发挥你的想象力。所以你看我们的舞蹈啊，即便它现在说是现代舞，我觉得啊，依然还是具象的。怎么说来着？就我比如我前两天不说过看过的啊，我还觉得算不错的，有一个现代舞舞蹈学院的一次汇报演出，你能看得出来它还是从具象里边去吸取动作呀，包括舞美啊、美工啊各方面啊，布景啊，简直就音乐，农村的什么什么民乐各方面啊，你一听，还有什么就什么荷花那个啊，就全是这种，太低了，哎呦！后来我就没两天，我不是又看了一个人家的法国来的，就俩人，从音乐到灯光，完了美工啊，就俩大那个就像一个石岩石似的那么一个道具，搁在这个舞台中间，他通过他的转换。完了，演员跟这个两个石头之间来怎么用这个表演啊，跟音乐灯光在一打，天哪！人的心态、心理啊，还有它主要是主题就是讲的一个民族冲突，还有就是爱情之间的这个地位的人的冲突，牛逼大！那什么叫高级？我们啊。真的要想改这个，那要改的东西太多了。当然，我觉得啊，多看，多跟人家交流是非常必要的。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摇滚啊，或者什么那个乐队啊，那绝对比以前的确实强很多了。你说句实话，崔健的那些东西啊，都是已经过时了。在他俩觉得啊。现代舞和现代派，他们觉得那是两回事儿。当时他们排了个舞剧叫《卡门》，所以他们觉得呢，国内的观众肯定会欢迎。但是呢，结果呀，北京歌剧拍了一个《卡门》，得，这就有冲突啊，还是怎么的？反正当时啊，北京有一种观点就是，因为北京歌剧那卡门就没让演出出来，为什么呢？上司说啊，现在不正在打击经济犯罪呢吗？这卡门啊，卡门是走私犯呢，这你们拍卡门，这不是提倡走私吗？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行政部门的人啊，他们决定你的这个一切，完了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那个文化修养就到这份儿。就到这份儿，这说巧嘛，肯定是据理力争啊。说走私犯不会来看他们的吧？看他们的也不会去走私吧？即便啊这么的去狡辩，也依然不灵，还是不让演出。后来他们又编了一个新舞剧，叫《新经理》，那就肯定跟走私无关了，还不行吗？结果不行，又出了一个另外一个经济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补贴，演员排练没钱，剧组呢又担剧团啊，领导又担心呢没人看，收益不高，影响他的年终奖，于是又给撂下了。这舒巧啊就觉得老是有说，你看好多人都在那说啊，你现在就是搞经济的时候，根本不是搞艺术的时候，但是舒巧觉得不敢苟同。这两位艺术家啊。追求的他真的并不是纯艺术，他呢也主张啊舞蹈应该表现现代的生活，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啊都要去探索，两个内行啊就跟刘冰燕这么一外行啊，一直聊聊聊聊的末班车都走了，弹性依然不减。刘冰燕呢也一向认为啊，舞蹈不应该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个点缀而已。吃了一点洋荤以后啊，更让他增强了这个观点。国外的现代舞啊，那绝对是能够表现生活的。
生活中的美和丑都可以走上舞台。在美国的时候啊，刘冰燕就看见了人家现代舞是怎么把过去那种古董式的僵硬的芭蕾啊注入了新的生命，也体现出啊人家那个现代舞给像他这样的观众带来的那种强烈的感染和震撼。有一次啊，他正好在亚华大学，他就坐那儿啊看人家那个王小兰和美国大学生在那儿练现代舞的基本功，哎呦，都把他给激动的啊，恨不得自己也跳下去跟人家一起去跳去。其实在80年的时候啊，刘冰燕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验了。那年呢是夏季大连举行过一次全国舞蹈比赛，南京军区有几个独舞，那叫一个动人呐、当然真的还得了奖了。这里边啊就吸引了好多好多的现代舞的技法。刘冰燕说了，这不也没造成什么毒害吗？刘冰燕啊肯定是被这两位舞蹈艺术家那种炽烈的创造热情给俘虏了。怎么办呢？人家的意思就是想要一笔钱嘛。哎，他突然想起来了，有了，海鸥饭店啊八层楼住着有一个国际青年事业开发公司的一个热情的操办人，一直啊想让刘冰燕啊参与到这个里边来。那公司就是搞文化的，人家啊已经筹集到了一笔经费了。于是呢，刘冰燕说：“快快快，你跟他们去。”他给他们搭了个桥。2月13号啊，刘冰燕呢，趁着这个，趁着这个安24啊，飞到了宁波。这安24啊，不久前刚刚在济南坠毁了，而且那架飞机啊，还是当年开辟上海宁波航线的首航的那个第一机。哎呦，心里边就开始嘀咕。突然想起啊，民航有一个就是代表吧，就出来为这个飞机做辩护，说航空是飞机，坐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了。你要跟那个汽车、火车失事，那死亡人数要报道出来的话，那比例我们这也少多了。哎，这就是航空公司啊，每次都这么说。那你不想想，那汽车、火车那人那个比例，跟你这个飞机，比如说你这飞机1000人，你死一个人，是吧？火车、汽车1000人能死一个人？所以这个啊，就是一个特别会辩解的一个人用的这个方法。反正刘冰燕就难受啊，哎呦，心里边嘀咕。不过啊，他倒没有觉得啊，像因为这时你看那个飞机很小，我坐过一回，反正也是颠簸的不得了。哎，可是呢，他那次啊，大概是天气好啊，还是没气流啊，没觉着乘这个小飞机有那么的不舒服，反正觉得跟那个波音大飞机也没什么不一样。那个安24啊，它有48个座位。刘冰燕那时候觉得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好多的民航，尤其国外啊，是允许抽烟的。但是呢，我们这儿啊一直就是不许抽烟，所以呢，好多人呢都只能躲到厕所里抽，就跟做贼似的啊。可是呢，你知道呢，全飞机都是禁烟的嘛，他肯定是烟瘾挺大的，所以他在那儿悲哉在那儿哀叹。宁波这个市容啊，在刘冰燕觉得啊，跟他的名声真是大不相称。几年前建起的楼房已经显得特别的陈旧了，大概啊，因为这个形式啊，还有这个设计图啊，太简陋了，根本就没注重过外表啊什么的。哎呦，现在宁波可是漂亮死了，而且啊，在我去过的很多城市里，我认为它的这个设计院，也大概是因为浙江人啊，在欧洲和日本人打工的多，所以呢，
他们那儿的色调绝对是高级灰，非常的稳。哎，包括那个什么那个蓬莱阁，叫什么来着？那个去那个拜大佛那个地方，整个那一块色调啊、外形啊，非常的棒。宁波真的相当的好。但那时候可不哇，那根本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审美，那能把房子盖下来就不错了。当然，刘冰燕啊，她呢就先到这儿啊，她不是习惯了吗？人民日报来的，肯定应该，比如说我要跟你的报社交接呀、啊，或者你们这边有接待呀、啊，肯定都有车来接吧。结果啊，宁波日报和这个宁波文联两家合起来都没有一辆车。另外呢，就是当时他也觉得挺惊讶的啊，就是这宁波日报的这个大楼，跟这旁边紧挨着的啊，市政府那叫这又高大又宽敞的那个大楼一比啊，就像一个破烂不堪的一个小古庙。有一个市委的领导同志啊，也不掩饰这个城市对于文化建设的疏忽，直接就说：“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市里就一个体育场，现在还就是那一个体育场。”这大约也是啊，这个城市历史上啊一直比较重经济而轻文化的一个结果。当然，因为我们建国以来又特别重视政治而轻文化，那也是必然的结果。刘冰燕觉得啊，这一切好像都在改变。下午啊，她正好同这个报社的同事啊座谈，晚间呢又跟那个文联的那些文艺界的同志座谈。第二天上午啊，他是函授那个大学去讲课。午餐以后呢，他是去杭州，所以呢，游览，想都别想了，只能再一次留待来日。到了，你看他啊，日程相当的紧，第二天到杭州了。当时他想啊，没想惊动这个《浙江日报》，悄悄的啊，这个他本来想呢，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哥哥在那儿嘛。结果呢，本来想啊，就偷偷的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哥哥就偷偷离去了。没想到呢，没戏了。浙江文教报编辑啊，冯莹萍一直陪着他。完了以后呢，晚上呢就随便跟他说了几句啊，说现在的杭州市委书记啊，李德新。哎，李德新呢？我这回排列啊，确实有点糟糕，我自己都晕了。聊了聊这个人的为人，哎呦，刘冰燕啊，立刻就产生了兴趣，立刻就说啊，今儿晚上就去采访他去，哥哥算了，不看了。当代英雄人物啊，在刘冰燕认为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呀？一个就是什么呀？就在，尤其是在领导干部中啊，胆魄。这立德新最先吸引他的啊，是1983年秋冬，他就已经开始敢挺身而出，保护了杭州市的文艺界。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呀，杭州日报要发表一些什么文章，不知道批判谁啊，他呢就给制止了。另外呢，还制止了一种某一类的座谈会的召开，而且啊，对那个就是江南上面发表的一个小说，是写的希望吧，那个作者要进行批判，好像是，居然给上纲上线到了就是希望在台湾这种高度了，这一下这立德新就觉得这太离谱了，这是不是又玩文革那种整人的那一套啊？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于是啊，这书记立刻就派俩副书记，直接到这个希望这个作者的那个工厂里去，警告那儿的领导，你可千万别对这个作者施加压力啊！然后啊，又找到了这个神经兮兮的，就这人，这作者，
张图停足，已经紧张，你想想要挨整了呀，都上升到我靠，希望在台湾了，什么玩意儿啊？而且直接跟他说，有错误啊，你就检讨，没错误，别怕，哎，别有顾虑，即便就是这作品真有什么错，那又怎么样呢？这老李呀，牛逼啊！这立德新呢就说，我们坚决不能再拿一个一个的大帽子堆着去把人给压死。作者哪有不犯点错误的？那我们这些做领导的，你敢说你不犯错误吗？啊，即便毛主席说了啊，鲁迅是个天才，牛逼，可是他的早期和后期，你一看他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嘛。那你要要求鲁迅每篇文章都必须完全正确，那还有后来的鲁迅吗？是吧？这次作协四大会都开过了，是非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作家不敢写，文学能繁荣吗？过去文艺界折腾的还不够多呀，吃的亏还不够多呀，还不改呀？啊？什么地方清左搞得彻底，那儿的文艺才能够繁荣？这话。到现在了，不是还得说吗？都多少年过去了，刘斌面觉得啊，这书籍啊，不光是拯救了文艺界吧，确实解决了这个城市很多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从去年起啊，杭州人就开始感慨了：“哎呦，好像西湖变大了。”从前啊。你要是从这个杭州火车站下车，你坐车啊进这个城市，你是绝对见不着西湖的，因为什么？就被各种的建筑啊都把西湖给挡住了，而且啊直接就是占地了，这湖里湖外啊建了各种的屋子、房屋啊、别墅啊，20多年了，谁也拆不动。结果这立德新啊就要拔这个钉子户，甭管你是省里的、市里的单位，因为那时候啊，包括我们这北京郊区，好地方全是那中央啊、什么各大部委啊在那儿建的招待所啊，什么疗养所啊什么的，美其名曰就是招待他们的员工嘛的，到了假期了都跑那儿，说是培训就是玩去了，那绝对都是好地方，都给批呀、啊，全是那一个个的那个大别墅区似的。他这个就命令了，甭管，一律该拆都拆，必须走。这广场上啊，有2家是杭州铁路分局的人，市长去了都不听，又不归你管，我铁道部的，对不对？结果啊，这个立德新就对这个铁路分局说了：“好啊，你不拆是吧？不拆。”我就把有两户送到你办公室去，结果呢，这招还真灵，拆了。一年啊，他大概拆了差不多有1万平方米，没收了2、3万平方米。在这个环湖啊，建了6个环湖公园，半个西湖终于在市中心露出来了，恢复了原样。而且啊，他也开始什么凿山引水的工程啊，也开始了。慢慢的啊，因为西湖好久没有通啊，就什么的，快成死水了，所以西湖让它整得很快就变成了活水。每年呢，每天啊，不是每年，30万吨的水质好的、水温低低的江水流了进来，差不多呢，你可。换算啊，一个月这湖水就可以更新一次了。这下啊，一直是杭州是特别有名，一到夏天酷热的不行的啊，市区的气温差不多能降下来2度了。哎呀，杭州真的好看，可惜了，现在啊也是各种房子盖着，各种总部什么的啊，满大街我真的见不着人啊，空的。没有支撑的企业啊，都被房地产给干死了。房地产确实啊，干死了无数的行业，餐饮也是，都是现在都还不够交房租的呢。
我周围好多朋友不是吗？一腔热血的干了，干了好多年都挺好的，最后这房租一年一年的涨的啊，包括我这剪头发的这个，我估计现在也都快支撑不下去了。你别的行业啊还能代替，剪头发一般不行吧？现在也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老去的那剪头发的那就开始说又涨工资了，加上水电我再雇的人啊，一年一个月下来真的开始要不挣钱了。而且呢，他有很多的老客户啊，刘斌也知道啊，在杭州啊，牛奶呢是一直特别紧张的，奶票啊卖到了10块钱一张，而且一个月就给这一张。但是呢，没人去敢改变这个国营牛奶公司的体制。结果啊，这书记立刻说，把奶牛交给个人去饲养，让农民农工去饲养。结果这产乳量一年猛增了一倍。还有那个龙井茶那个产地，一般居民啊喝龙井茶门儿都没有。结果呢，他给改成了承包到户吧，哇，每一个农户啊都开始炒茶呀、卖茶啊，现在老百姓也可以买着了。所以这个你把东西垄断到一个行业里啊，它就会卧倒了。而且呢，我说了啊，要没那些进口的企业或者那些进口的产品进来，我们的物价绝对高高的。哎，他躺在那儿他都挣钱，你想他不能给你使劲往上涨啊？哎，就是因为有竞争，他才不敢那么涨。在他的领导下啊，钱塘江那个运河也给沟通了，原来啊是由省交通厅管。差不多几年啊，要花几百万的工程费，而且进展呢也奇慢。结果呢，到83年就交给他了，一年半，差不多都快完工了。于是刘冰燕啊，又想到了他脑子里啊老在回旋的一个问题：制度其实还是一样的呀，政策也是一样的呀，怎么就人家四川那个自贡铸钢厂？就能从10年老大难一跃成为了全国同行业冠军了呢？你看那连云港是啊，一下也打破了常年的混乱保守的局面了。西安那个电影制片厂怎么就能一下子就腾飞了呢？是吧？那时候啊，所有出的好片子过去都是上海啊、上海啊、长春、西安狗屁，谁也没听见吧？哎呦，突然哟，西安净出好片子呀！怎么回事儿啊？他也觉得啊，他挺还是人质嘛，他挺迷信，他就觉得呢，哎，这不就是靠着有胆魄的，像这些的干部嘛，就是敢于打开局面的嘛？那难道别的城市啊、别的工厂啊、企业就找不着这样有胆识的干部了吗？刘冰燕当然是绝对不相信的啊，